大家好，我是莫邪。听说石岛剪刘海法非常的火，刚好我的刘海长长了，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下。先把我的头发梳顺，然后再把前面的头发往前梳，找到中心位置，再把我的刘海分一个三角区。头发分好区域之后，卷卷卷卷卷，然后卷到发尾。卷好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剪头发了。注意，你们买剪刀的时候一定要买这种带齿的剪刀，不然就很容易翻车。OK，现在我们先来第一刀，因为我是中分嘛，所以要从鼻子这里开始剪，一刀，啊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，六，七，九，十。哦，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，再来两刀吧。那我这边剪两个，感觉都好像没剪呢、啊，这个头发都没剪出来、啊。好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怎么短了这么多呢？我的妈呀！